OK 啊，现在这个第二次录了，刚刚第一次录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删了，有点累。介绍一下，我叫新东，这邮箱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咨询我。说一下我的故事吧。2010年的时候开始关注于网络安全，那时候我是那个脚本小子。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全智播客培训 PHP 半年。2015年的时候在乙方安全公司担任这个信息安全工程师，主要是做安全服务这一块。这个行业听说过吧？听说过。你说一下，干嘛的？就是人家开发出来的网站，然后要检测一下有没有漏洞，然后再发布出去吧。你懂就行。2015年的时候开始那个接触 Python， 这个后面我会讲。2016年的时候，在乙方担任那个渗透测试，主要是偏向于 MT 这一块，后面也会讲。课程说一下吧。课程表的话，课程先从 PHP 基础。本来的话，一开始我是懂 PHP 的，你也懂，但我为什么要讲？因为呢，我说我是2014年开始在那个广州那边学 PHP 的，但实际上学完之后，毕业之后就做了3个月的开发，主要是做外包。做完之后三个月过后就不敲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不是说没敲完。面向对象那些比如说 MVC 那个思想开发那些什么的，都没有去敲。写一些那个小漏洞的话是有写的，对 PHP 之书。然后就是打个 TOP10， 然后再到这个进阶，不实战，然后到进阶，然后就是 Python 开发，然后就是如果你这些你都能试说完的话，我会讲到 JS， 然后就讲到这个阿贾克斯，然后到这个 jQuery， 然后再到这个还是阿贾克斯。还有一些触发器啊什么的，这个阿贾克斯是那个原生态的。你现在这个你不懂吗？阿贾克斯什么的，这个你应该现在不懂。不懂。原生态的，这个是只用这个 jQuery 来发送。OK，Python 的话就是。讲到这个多线程，然后到验证码识别结束。进阶的话主要是偏向于 APT。 实战的话比如说挖漏洞实战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就都挖，怎么说呢，就实战跟那个进阶还是有区别的。实战主要是挖下这个 TOP10 的漏洞，然后进阶的话主要是实战方面的入侵式。这个就是工具开发，然后就这个如果前面这一点你能试说完的话，我会讲到这个。OK， 这就是课程表，都看过吧？没有。啊？好。那走一步算一步吧。OK， 来，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录培训。第一，我的表达能力是有问题的，需要训练一下。第二点呢，就是2014年我在广州读 PHP 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老毕挺牛，那个老师挺牛逼的，所以说我也想做那个讲师，但今年就开始执行我的计划了。然后就是复习 PHP， 因为我很多年没敲了嘛。本来这个 PHP 是不讲的，因为你懂我也懂，只能说是走个流程就行，好，作为复习一下，懂吗？复习一下。好的。
可能讲的比较快，复习一下，你能懂，我能，你能懂，然后我就讲的快。嗯。OK， 开始走走啊，就是 HTTP 协议。你以前学那个计算机的时候，计算机的时候，应该老师应该有讲过吧？嗯。嗯，你说一下。就是从网页的一个域名。啊？网页的一个域名啊，比如百度。域名。嗯。然后，域名指向的是。不不，我要你说你说这个什么来着？我你说说那个 HTTP 请求的简单的过程吧。嗯。啊。就是域名。域名。哎。然后，host。啊。然后到 host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域名请求的过程中，首先会经过 host 文件，对吧？嗯。嗯。嗯，如果 host 没有的话。host 没有。哎，对，没有那个。你是说这个文件没有吗？你是说这个文件没有吗？我来说吧，说的话你估计要说半天。你也是懂的，我就给你来复习一下吧。比如说，我请求一个这个域名，首先呢，去找这个 host 文件，也就是说这个，哎，哪个？你说哪个 ？Windows。然后呢？然后系统30。然后呢？然后驱动。这个对吧 ？etc， 对。好，比如说，我访问一个站，这要存在吗？这个域名不存在，对吧？嗯。OK， 那现在呢？嗯，存在吗？现在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 host 解释到那个 IP 那里了，每天有那个 IP 进去。OK， 如果有的话，如果没有对应解释 IP， 就会去找 DNS 服务器。DNS 服务器在哪？嗯 ？DNS 服务器在哪？啊，在哪？嗯。啊？8.8.8。可不可以？123.123.123.123.123。不得。还是有基础的，我就讲快一点嘛。嗯。因为这个你懂。那个。那个 HTTP 响应那个状态码还有印象吗？还有啊。200，干嘛的？是正常访问的。正常访问。301呢？301是类似于跳转吧。500呢？500是没有，就是说对面的服务器是没有存在的。好吧，继续走下一步。嗯。
这个是干嘛呢？那请求头的浏览器。这个呢？这是 host 是域名。如果请求那个浏览器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把这个删掉？可以。可以啊？可以。这个是可以删的。哦，那这个呢？这个不能删。为什么？它如果 host 没有的话，是请求不了的。为什么请求不了？它没有指向吗？我能理解就行。如果你都知道这个发送这个 HTTP 的请求用到是浏览器对吧？嗯。那如果没有浏览器的话，你又怎么请求？用命令啊。你是说那个是系统自带那个对吧？嗯。哪个？就是T 那个。这个。对，然后呢？好，没什么都没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回车。回车。对，要输入那个吧。输入哪个？你知道这个？啊？这样回车吗？没有，然后加域名。加域名。什么域名？小访问的那个域名。然后。然后端口。80。81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网页的都是80，除非是他另外开的。然后。按 Ctrl 加括号。行吧，我就直接操作吧。因为这个你都懂 ，get 的请求，这个 get 的请求跟 post 的请求，我后面会讲。好。反正你也懂，后面会讲。OK。直接。没了吗？还有域名 host。这个是必写还是写不写无所谓的？要写的，必写的。我不写的话，指向的 IP 没有。这个都懂吗？响应的状态码，响应状态码。想要。跳转到第三个主页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服务器的所用的那个搭建的环境。这个呢？这是字节。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字节。OK， 我再问一下。这个多少？这个是多少个字节？四个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四个。啊？四个。这个。对。这个六个吧。啊？中文不是两个吗？中文好像是三个。啊？中文好像是三个，具体我也忘了，应该是三个。两个，好像是两个。看编码吧，主要是。看编码 ，OK， 下一步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呢，我刚刚碰到一个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我先不说这个问题，我们身为这个安全工程师，就是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软件的 bug 找出来？你先搭建一下。发给我呗。安装吗？对。
这个就会用到那个 HTTP 协议啊那个原理来挖这个漏洞。不是漏洞，是 bug。 漏洞跟 bug 是有区别的。哎，注册得了。嗯，成功，退出。啊。啊，这个就软件写的好像它要每次开都要注册，有点问题。嗯，好，那如果你有什么办法就就是说啊，在每次打开都不要去每次都要去注册。啊，你看又来了，你怎么解决？每次都要注册吗？每次打开都要注册一次？不懂啊，他可能写的软件有问题啊。断网可以吗？嗯，断网，你先断网下，断网，把那个无线给关了。那我断网试一下。你先直活再断，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。出现吗？哎，好像不出现了。嗯，那么问题，如果啊，我的要求是这样的，你在不断网的情况下，就要这种效果，就不需要每次打开都要去注册，你怎么解决？断了这个软件的网络。啊？断了这个软件的网络。啊、对，这是个思路。哎，怎么断了？你说一下你的思路吧，你直接说吧。嗯。你直接说吧，你说一下你的思路吧。就找出这个软件的，指向的网站，然后把它断掉。注册之后把它断掉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就是把这个软件。对，软件的网络给断掉，其他软件可以开就可以来。怎么断呢？用 host 啊。怎么断？你教一下我，我不会。你教一下我。那也要抓包啊！先把这个软件包抓出来。你说抓包是这个把这个工具的发送请求的包给抓下来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把它网络给断了。你那边有商用云吗？没有。商用云可以抓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发一个给你们。你那个什么是懂文字吧？嗯。
是抓娃。上面上面。这个显示呢？双击。不是这个吧？这工具没用过很正常，因为不，我就用过几次而已。点确定吗？我帮你抓吧。抓包抓到另一个了，不是这个，关了。他不是那个软件，好像没找到那个软件出来，刷新一下。那行了，你抓吧。点将它暂停。啊。然后呢？他所注册的就是这个所发送的，把这个域名给停了就行了。怎么停了？你家有网吗？有网啊。可以了。不保存。OK， 那个协议都理解吧？这个取一个协议，能理啊？能理解吗？什么 ？HTTP 协议。啊。能理解就行。那个先这个关了。好，下一个。